主料，土豆两个，胡萝卜一根，辅料，油，盐，黑胡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土豆和胡萝卜切片，放到刷过油的烤盘里，撒上盐和黑胡椒，压上金属盖，烤4分钟，翻面，再烤4分钟。烹饪技巧，烤盘放入食物前要先涂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